狗狗，我叫 Sophie。你知道道狗之家是什么吗？还有金毛狗、泰迪、胖胖。你觉得道狗叔叔是一个什么人啊？什么样的人？是看狗狗的。他这是第一次离开我，所以我是有点不放心，吃饭啊、睡觉的。不过应该还行，索菲有点独立性还挺强的。索菲跟所有的小朋友特别友好，他很特别，而且特别帮助小朋友。妈妈，我要快点收拾行李。